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ilent， 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常用到的一个产品啊、哦，这个叫做锵锵锵哦，口喷哦，它的全名呢叫做AP24口腔芳香剂啊、哦，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适合我们一般现代的上班族，因为我们常常出门在外要跟人家一起不管是开会啦或者是聊天呐、啊，你很害怕的是你的口气芳香的问题。那口气芳香问题，通常现代人都是吃什么口香糖啊、哦，来避免掉这种很尴尬的窘境。但是口香糖其实它对于你自己，因为它里面含有代糖啊，现在的口香糖里面全部含的都是一种叫做代糖的东西，那个是身体里面无法代谢的一种糖分哦，虽然它没有热量，但是它很难代谢。这种东西是一般的这种比较属于这个糖尿病患者使用的一种糖啊、哦，所以不太建议大家长期使用口香糖。而且你口香糖一直咬，最后你的下巴或者是你的这个下颚会变得比较肿大哦，你会变成八字脸，这个应该一般人国字脸哦，这样一般人应该没有很想要得到这个结果吧哦。所以我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 AP24 的口喷哦，口腔芳香剂哦，这个跟坊间的口喷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个它除了含有哦 AP24 24小时抗牙菌斑的这个配方呢，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，就是它里面不含酒精。一般坊间的这类似的产品通常是含有酒精的，那怎么判别说这个含酒精有没有含酒精呢？你可以拿一个打火机，然后打开你手边用的这个口喷，然后喷上去，它会点燃的那个就是有哦含酒精。那我们这个没有含酒精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你口腔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好菌哦，不是全部都细菌哦，有一些好菌。那你如果用酒精去杀它的话，那你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你很容易感冒啊、生病啊，让你口腔的这个防护系统瞬间失去功效。那所以我不建议长期用口腔喷雾剂是用酒精去组成的，这样对你的口腔没有什么好处。如果说你可以长期使用我们 AP24 口喷呢，可以让你长保口气清新，而且它非常非常安全健康哦，奥运选手都爱用的，上面啊、哦、有没有奥运选手都爱用的？好、哦，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跟我联络，然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欢迎直接询问我。好、哦，谢谢大家，我会再跟大家分享。